寻求可以活下来的路。在这中间，我们尽我们所能，能够跟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沟通。沟通的管道是有建立，我们相信也有部分的这个囚犯，就劫囚的这些囚犯，他们应该是有心动的，真的有心动的。比方说一开始的这个郑立德，还有最后的黄子彦，我都觉得他们，如果我们的努力还有机会，还有时间的话，其实他们有机会可以接受我们的提案的。那如果接受我们提案的话，我们是认为说真的还有转盘的机会。但最后还是用饮弹自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，来解决这个事件哦。我们是觉得真的是充满遗憾的。